去把状态上壮烈合子底层的房子拿来。皇上，臣妾知道私相授受是犯宫规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是啊，这私相授受可比假孕争宠的罪名小多了。小主，没有啊。别找了。 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去给朕把刘本找来，他要是敢延误，立刻绑。回皇上，刚才奴才去请姜太医的时候，也顺道命人去请了刘太医。可刘太医的住处早已人去楼空了。好一个人去楼空！